大家好，我是 Cha，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在用 RA 模拟器的一些近况。最近有一些变化。第一，注意看左下角，现在的 RA 版本是 1.9.0， 之前是直接下载的整合包是 1.7.8， 我手动给更新了一下。关于更新方法，以后有时间再给各位分享。第二个变化是这个主界面的背景，以前是一个动态效果，我给去掉了，换成了一张背景图片，是不是挺有感觉的？这是一个国外的街机房。这是第二个变化。第三个变化是我增加了 PS1 代的游戏库，另外还增加了 PCSX 的核心。除了 PS1 代，还增加了一个 Nomi， 这也是一个街机平台，和世嘉的 DC 有点关系。PS1 代的游戏库还有 Nomi 的游戏库，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，也在那个论坛的网址里。这两个游戏库很大，大概有50个 G。这个是第三个变化，增加了两个游戏库。第四个变化，我增加了一个 AM。这个游戏库好多是我们国内的游戏，比如《三国战记》。还有这个《三国志》日文版，还有一个街霸的降龙。这个比例还没适配好，我们再看一下 PS1 代的模拟效果如何。再看一个 Nomi 的。我发现这个 Nomi 平台的游戏不能增加渲染器。Capcom versus SS。Which groove do you like?Decide in the order of the power.
One, fight. KO. Round. 背景不错，但是前景太差劲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以后有什么新变化再和各位分享。